暑假何处去，来彰化就对了。彰化县政府特别整合12个局处资源，扩大举办游乐翻转夏令营暑假活动，让学生及家长在暑假期间自由选择参加有益身心的休闲娱乐活动。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踊跃报名参加，充实暑假生活。我想通常家长都很担心孩子不知道暑假去哪里，县政府除了安排我们的暑期辅导之外，那我们呢还为大家安排了非常多寓教于乐的课程。这次总共分为六大类，那总共有110个梯次，可以到17000多人来受惠。那包括有文化的啦，有食农的啦，有体育的啦等等啊，所以欢迎我们的家长鼓励孩子们那一起来报名，让我们的亲子关系也好，让孩子在暑假期间也好，都能够学习更多。那在这边也要呼吁所有的家长哦，暑假期间注意孩子们的去处跟他的交友，那特别是到水域游玩的过程哦，一定要特别关注哦。那也希望我们孩子们都能够平平安安，收获满满。彰化县游乐翻转夏令营营队活动内容多元精彩，有文化体验、生态认识、运动游学、职涯探索、食农教育及知识学习等六大主题系列活动，欢迎大家一起来认识彰化的风采，充实暑假生活。相关营队资讯请上彰化县文化局网站查询。公益频道黄诗婷田中采访报道。